一个人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只不过是一个早上生下来的女儿。究竟得经历多少波折？你这个私生女，不要侮辱我女儿！多少背叛？你们破坏了我的家庭，大概是报应吧。多少心痛？你不觉得你很残忍吗？才会彻底崩溃。下一站遇见，4月25号起晚上9点，8频道，迫不及待想看下一站遇见，你也可以上 TOG 优先观看。